欢迎收睇《穿身 Ultra》，今集同大家分享 EFN U Boom 嘅防水蓝牙喇叭。今次嘅喇叭咧，采用咗类似一个圆锥形嘅设计啦，重量咧就唔算夸张嘅，单手咧已经可以拎得到噶啦。而且喇叭上面咧有个挂钩嘅，可以咧配合埋一个爬山扣咯，扣喺背囊咧出街使用都几方便噶。喇叭咧有两个45mm 嘅全频单元，同埋两个咧被动式嘅振幅器，输出功率咧有成24W 噶，加入咗 DSP 嘅数码信号处理技术，实现翻咧360度嘅环绕音效啦。提供 IPX7 嘅防水等级啦，成个喇叭咧可以防毁水面，就算去到船 P 或者泳池跌落水咧都唔怕噶。内置咗个收音咪啦，可以作为呢个免提嘅通话或者系叫出语音助理使用嘅，续航力咧非常之唔错。充满电之后咧，就可以播放到16个钟头嘅音乐，而且咧仲可以一边充一边用添，实现咗全天候无间断嘅音乐播放。控制方面咧都相当简单，所有功能键咧都放咗喺机顶嘅，利用翻呢个按压式嘅实体键操作啦，用上呢个弹性直胶嘅材质，反应都系几 OK， 手感咧都算系唔错。除咗咧基本播放、暂停、大细声、蓝牙连接等等啦，仲有一个咧聆听模式噶，分为室内同埋户外模式。室内嘅低频咧就比较劲一啲，而户外嘅模式咧就稍微大声啲，人声咧都会响亮少少噶。喇叭咧除咗有蓝牙连接之外啦，仲有提供 AUX 3.5mm 嘅插头，可以接驳咧其他播放器，亦都支援翻连接另一个 U Boom 嘅喇叭，成为左右立体声播放。U Boom 嘅体积咧虽然细小，但系输出嘅音压咧相当之大，单一只咧已经系好大声噶啦。尤其系低频量感咧就相当澎湃啦，听起嚟你会觉得好似加咗10W 嘅感觉，可以营造到咧唔错嘅气氛。人声都算是清澈的，就不会被强劲的低频影响得到。另外亦都发觉喇叭放在任何地方都有几理想的效果，我会推荐大家摆放在墙角，帮助低频的反射，令到声音听起来更加之实在。不过由于我手上只得一只喇叭，立体声和空间感都不是很明显，声音就会比较平面一点。讲了这么久，声音到底是怎样呢？不如给个实际现场收音大家听听先。最后嚟翻个总结 ，EFN 嘅 U Boom 蓝牙喇叭拥有360度嘅环绕发声 ，IPX7 嘅防水，内置收音咪，支援 AUX 输入，仲有提供两个聆听模式。以蓝牙喇叭嚟讲咧，应有嘅功能都已经齐晒噶啦，而且输出嘅音压咧相当之够大，一般室内或者户外使用咧都已经够晒噶啦。喇叭现时售价是638，又咁啱圣诞节啦，仲做紧优惠添。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，可以留意翻影片下面嘅描述，我会将相关嘅链接咧留俾大家去研究一下噶。好啦，今次电子产品开箱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喜欢影片记得俾个 like， 有问题俾留言。我哋下条片再讲过，拜拜。